这是客户定制的一把帝王钢宰猪刀，他要求精装刀把前后夹筒。这个包这个刀把看起简单，但是要搞半天把筒夹好，铆钉给它打好，后面还要留一个洞。出形状，简单刀把和精装刀把其实看着就相差一点点，但是做起来的话要多做很长的时间。留着等到过年的时候用。